氧族化合物的沸点如表所示，水的沸点呢为100°C， 硫化氢沸点为-61°，硒化氢的沸点为-41°，铁化氢的沸点呢为-2°。各化合物沸点与周期数呈一直线关系，但水是例外的情形。下列有关水的沸点不符合此趋势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对6A 族的氢化物来说，水的沸点会异常的高，原因是因为水分子与水分子当中呢是具有氢键的。水跟水之间呢有氢键的关系，所以熔点沸点都会比同组的氢化物呢还要来得高了许多。那对硫、硒、铋三者的氢化物，或者会三者氢化物的沸点呢，则会随着分子量的越来越大，那沸点呢会越来越高。所以呢，这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该是要选3个 C。